三掌是以撩掌为核心的掌法，共分八式。各种截腿和反背锤都是乾卦八卦掌的重要腿法和手法。现分八式教授，由顺时针转形变第一式猿猴脱果。第二式鹞子钻天。第三式苍龙锁住上托下按乘以整进。第四式金鸡撒网转身侧撩掌。第五式仙人摘茄进步正撩掌。第六式猿猴扳枝上截手下截腿。第七式怪蟒翻身扭腰缩身。第八式黑熊反背弹起平踹落地反背锤。换式变逆时针转型。再慢做一遍，注意步的动作。扣步转身，手法、步法、身法协调一致。再做一遍黑熊反背，反背锤要周身成一整劲。再做一遍鹞子钻天和苍龙锁住。由逆时针换成顺时针转型，撩掌核心掌法是三式撩掌，由正面、侧面、转身三种撩掌组成，刚柔相济，有攻有防，是乾卦八卦掌重要击技手法。变逆时针转型，依次反做八式。第四掌是以翻掌为核心的掌法，分八式，翻、探、顿、踏等动作，体现了乾卦八卦掌手法和劲力的特点。下面分别教授，先看一遍较慢的整套动作。
顺时针转型，第一式、第二式，睛猴探背接猛虎回头，翻身探掌，转身踏掌，翻转顿踏，动作与劲力成一整体。第三四式，苍鹰翻身接鹰翻搏兔，翻身与翻掌协调连贯完整。第五六式，天王托塔接骏马托缰，摆扣步，转身旋托掌，顿掌成一整劲。第七八式，大鹏展翅接白蛇点手，靠背需用整劲，点手要以腰带臂带掌。此时为逆时针转型，依次反作八式。再做一遍，睛猴探背接猛虎回头，探掌之后翻转蹲出，以气贯掌，有虎啸震撼之威力。翻掌的核心掌法是鹰翻掌，此掌法由苍鹰翻身和鹰翻搏兔连贯组成，连环演练，刚柔相济，攻防兼备，是乾卦八卦掌重要技法之一。第五掌是以陌身掌为核心的掌法，分八式：陌身、双坤、他掌、扣摆步伐协调为一个整体，较充分地体现了八卦掌身法、掌法、步伐灵活多变、刚柔相济、势势相连等特点。下面分别教授逆时针转型。第一式野马齐奔，第二式白蛇伏草，第三式陌身双坤，包括左右陌身双坤他掌的完整动作。第四式脑后摘盔，由劈掌过渡到盖掌为定式的连贯动作。第五、第六式燕子抄水接青龙翻身，第七、第八式迎风展袖接双龙出水，注意身法、手法、步伐协调一致。分节做一遍，这是野马齐奔式，动作稳健，双目炯炯有神。看野马齐奔接白蛇伏草的身法和手法。再看野马齐奔接白蛇伏草的步伐，主要是扣摆步呈左右错综八字步，此是内动不见形，掌力贯掌根。这是陌身双坤他掌，分左右式，注意扣步陌身，双坤以腰带臂，内含真果劲，他掌成一整劲。这是脑后摘盔，
由批掌过渡，穿掌、转身、摆步、进步、盖掌，连贯成完整的动作。燕子抄水接青龙翻身，一浮一起一翻，连贯不停，一气呵成。迎风展袖接双龙出水，扣步、陌身、带掌、落掌，连绵不断，手眼身法步事事相连。再看一遍两动作的步伐，扣步、摆步、进步、转行，每一动作都要清楚。再做一遍迎风展袖双龙出水，此时为顺时针转行，依次反做八式。握掌的核心掌法为握身、双坤、他掌，双坤连环，滑空进击他掌，则内含推山的功力，落身化空真果翻他融为一体，为乾卦八卦掌重要击技手法。第六掌是以双推掌为核心的掌法，分八式：穿、滑、推、撞，鲜明体现了乾卦八卦掌功法和技力的特点。下面分别教授。逆时针转行，第一是双舌出动，又称双穿掌；第二是回身虎状；第三是闭门推月；第四是柔身推月，柔身带掌；第五是力劈神庭，先劈后点；第六式麒麟兔书；第七、第八式伏龙行地接苍龙出海，由双换式变顺时针转行。注意下面动作：回身虎状，先扣左步，转身，滑掌，提膝，双撞掌；闭门推月，以腰带掌，双掌在胸前翻手推出；柔身推月，与前世一正一反，注意柔身带掌再做推掌；伏龙行地接苍龙出海，要求一伏一起，一穿一推，刚柔相济，连绵不断。推掌的核心掌法是双推掌，即闭门推月、柔身推月，手、眼、身、法
步、精、神、意、气、功融为一体，柔中寓刚，有推山倒海之势，是八卦掌中颇具功力的重要掌法。第七掌是以抱掌为核心的掌法，由八个基本掌式组成。抱掌容果抱、旋状、翻滚、抖争、挤按等劲力为一体，刚柔相济，势势相连，充分体现了乾卦八卦掌的独特风格。下面分别一一教授，由逆时针转型。第一式，狮子张口。第二、第三式，狮子滚球接狮子抖威，掌随身动，滚动一周，再变马步分掌。此二式内气鼓荡，果滚抖争融为一体。第四式，狮子抱球，屈步，双掌果抱于左胸前，呈左抱球式。第五式，狮子揉球，错综八字步，两掌在身前环托揉滚，并呈右抱球式。第六式，狮子按球，错综八字步，以腰带臂带掌摇滚一周，倒步进步，双掌下按，此动作劲力特点即按逆。第七式，狮子捧球，利用内功借力拔根。第八式，狮子托球，先左后右，由腋下旋托而出，旋托而起，再成狮子张口式。注意步法，叩步，摆步，再叩步，半马步，虚步，摆步，虚步，再摆步，倒步，进步，汤尼步转行，边行边动，手眼身法步事事相连。此时为顺时针转行，依次反作八式。
抱掌的核心掌法是狮子抱球，此掌法把滚球、抱球、柔球连为一体，运先天之气，化后天之力，融果、抱、滚、蒸、柔为一体，是乾卦八卦掌风格独特的主要掌法之一。快些，八掌是以托掌为核心的掌法，由八个基本掌势组成，此掌法动作敏捷，攻防兼备，大圈含小圈，小圈旋大圈，以先天至后天，以后天反先天，充分体现了乾卦八卦掌的特点。下面按动作一一教授。内虚针转型，第一是先人托天，力打掌根，扭腰、扭向、扭胯；第二是行步撩衣，左手窝穿，两掌先后揉身撩出；第三是白猿献果，画弧带领，画空进击，双掌上托；第四是金猴献桃，划弧带领，向前推托；第五是倒彩七星，身随步行，手随身动，舒展轻柔，事事相连。此事由大圈转小圈，后天反先天，此意在内里。第六是双龙戏珠，上手扭旋，下手内掩，转行三步一小圈，内动不见形，穿错体螺旋。第七是狮子戏尾，扣摆步，身体随步自旋，使掌法、身法、步法呈旋扭摆扣式旋转。第八是神手再现，呈仙人托天右势，顺时针转型，依次反作八式。从第五式开始再做一次，注意手眼身法步的协调配合。转小圈要用扣摆步，三步一圈，掌臂伸成螺旋式。
小圈旋大圈，既要摆步又要摇身旋出。第八掌的核心掌法是托掌，包括仙人托天、猿猴献果、猿猴献桃、神手再现等手法。同时转型又有显著特点，即先由大圈转小圈，再由小圈旋大圈，走转翻身形，螺旋定八盘，循环中间处着去留正圆，回旋练精气，气化妙无边，经久演练对技击健身都有奇特功效。八掌之后做收功法，边走边收，双掌抱羽环气，贯百会，徐徐向下，以意领气，双掌回抱，气贯丹田，行走数圈，轻拍小腹，使之鼓荡，搓手搓面，自然抹下，抱至丹田，闭目并步顿足三次。咽津液三口，随圈自然散。